温岚羞碰裸男奶头拉男友看婚戒。温岚今天上 Hit FM 大跳艳舞，宣传新专辑 Landing。哎呦，小骚货啊你啊！但这还不是重头戏，接下来还有这招。来脱三七，我脱三七，三还要穿出来，这三加一就给他脱。快点快点 你老评委啊，现在要开始在这个 Brian 呢深不可测的中央山脉呢准备要开始 landing 啊，好好，现在博板面都要下重手，温岚这就要表演猛男胸前画图腾。这个角度，碰到脸边他。你是故意的吧 ，Lady？ 我的狂野可能只有在舞台上会比较可以爆发出来，但是私底下其实还是会害羞。其实他私下也没有很害羞，去年热恋后就似乎完全没再考虑害羞这件事。他记者会一结束，立刻跟泰雅族勇士男友田金峰一起出双入对，到百货公司挑饰品。等等，这该不会是温岚和田金峰因为合作电影《赛德克·巴莱》相识，去年十月公开交往。他们曾经传出想结婚，但却没下文。今天终于被我们逮到挑婚戒，都要结婚了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我是看我自己的戒指。哎，我跟男朋友看男朋友挑，跟你一起挑啊，一起在试戒指。就没有，他只是陪我。所以那今年什么时候结婚？没有，那结婚嘛。你都在挑钻戒了。你们先。偷了几克拉的？没有啦。那所以就婚期定了吗？还是确定今年？哎，你都在挑戒指了，然后我们定。我是挑我自己喜欢的啦。一定是好事近了，难怪人也变美了。我们早在3月2日的动新闻就发现这件事了。跟萧亚轩，好像长得有一点，某个地方有点类似。你说某个地方是正面还是侧面？英雄所见略同吧，因为美女的样子应该都差不多。那你阿太太有没有觉得你变漂亮？她一直觉得我很漂亮。但你自己排斥这件事吗？排斥，我觉得女为悦己者容，哎，那若变漂亮没有影响到别人，很好啊。苹果娱乐新闻就邀萧亚轩当伴娘好了，报道。